生活就像春天一样，美美的时候总是冷不丁的给人一个惊喜。你需要的是一点技巧，找对了方法，简单就是快乐。妙招其实都在生活里，用心就能省心，你也可以好好生活。美的变频空调提醒您本期精彩看点。大家好，我是文怡。大诗人陆游的老婆做给婆婆的宋朝名菜，你想知道吗？是蛋又不是蛋，是面又不是面。也很多年前就在书上看过，但说句实在话没做过。两台比较被你忽略的角落，电风扇马达到底怎样清洗？你不是无所不能吗？一眼就看出来你是装的。回家的欲望品如妈张之华究竟说了什么，让文怡现场失控落泪。妈，我这个太更多智慧亮招，更多快乐分享，你也可以好好生活。好好生活。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湖南卫视为您推出的生活方略体验节目《美的变频空调好好生活》，我是各位的好好先生李瑞，欢迎我们好好生活团的各位朋友们。哎，谢谢各位。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我们好好生活团的各位嘉宾，他们就是言辞犀利、万人从中我为峰的万峰老师，大家好。还有看到他就想让你超想回家的演技高超的张志华老师，大家好。漂亮妈妈熊小文，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时尚主妇岳金卫，大家好，我是金卫。好的，让我们继续用掌声来欢迎无所不能的好好生活家文怡出场，有请。大家好，我是文怡。家庭生活的美好呢，需要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用心的去经营，用心的去协调。但是呢，在众多的这个关系当中哈，有一种关系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相处的，那恐怕就是婆媳关系了。那我们这期的媳妇进修班里呢，就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做媳妇儿如何能够讨得婆婆的欢心。那说起这个讨婆婆欢心，如果呢咱们能够在厨房里面做几道拿手好菜的话，在婆婆面前也一定是可以加分的。这个文艺说的是相当对了。正好我们今天家庭的氛围呢，就是两位来自上海的公公婆婆，对不对？两位湖南的儿媳妇，来自北方的儿子，还有北方的儿媳妇儿。好怪啊，这种关系。好怪啊，怎么一个儿子配三个媳妇儿？这是临时家庭。但是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讨婆婆欢心嘛，对不对？对。然后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婆婆来给大家来出第一道题目，好不好？好啊，婆婆先考谁？我考文怡吧。考文怡先考我。好吧。文怡啊，你不是无所不能吗？蛋不是蛋，面不是面啊，不粘牙，不粘锅，不粘碗筷，入口即化。你说这是什么菜？哇，你妈，你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对，妈你太难为了。我啊，今天已经不是史上第一个被刁难的儿媳妇了。对，这个是有出处的。大家知道北宋的时候啊，有个大诗人叫陆游，他呢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他的表妹唐婉。对。最后呢，这个陆游呢，因为妈妈不喜欢，所以结婚以后呢，被迫和唐婉离婚，所以他写了个《钗头凤》，叫做大家知道很有名的“莫莫莫，错错错”。但是呢，就说当初他跟这个什么唐婉好的时候呢。妈妈不喜欢，婆婆不喜欢，怎么办呢？结婚的时候，这个婆婆呢就故意刁难这个媳妇儿，刁难唐婉，说你给我做一道菜，这个菜呢是蛋又不是蛋，是面又不是面，而且还要求什么呢？不能沾锅，不能沾筷子，还不能沾牙，而且还不用嚼，入口得化。你说难不难？哦，咱爸好有学问啊！您今天也是做足了功课来刁难我们媳妇儿了是吧？没有没有，我相信文怡绝对能够处理得了，因为你看我们做这么多期节目了，每次都能吃到特别可口的饭菜。这个做菜期待的，做菜不是什么难事。其实这道菜呢，我之前很多年前就在书上看过，但说句实在话没做过，叫做黄金桂花蛋，就符合张妈妈的要求。而且呢，这道菜的名字呢，还有一个别名叫三不沾，符合您说那个不沾锅、不沾牙、不沾筷子。我今天在这里面第一次尝试，不管做好还是做坏，请婆婆大人担待啊！加油，文怡啊！
这道菜呢，就是用的鸡蛋会比较多，要把这个蛋黄跟蛋清分离开。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估计已经知道，我们在曾经的节目里面呢教过一个方法，就是又好玩又快速的取鸡蛋黄的方法，你还记得吗？就是用那个矿泉水瓶，然后一吸就吸上来的。哎，对对对，啊，我们也会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不好？既然今天就是考媳妇儿了，好不好？然后呢，就是既然考大媳妇儿，我们就让二媳妇儿、三媳妇儿也上去试一下。哎，你愿意吗？来，我们来试一下，对，试试啊。来，嗯，好，是你来吸，我来吸，小妹，你吸呗，小妹，妹妹，大姐都不服我，姐姐是这样的吧？你看我操作是不是对的啊？拿矿泉水瓶，你先挤一下。我跟你说，我刚才吸搞错了。一放手，可以了，哎，不疼吗？可以吧？真灵啊，可以吧？不用，不用，不用。啊，姐姐还有什么好方法？其实忘了告诉你了，婆婆家就一个儿子，你们谁表现好，她就娶谁。你俩这姐姐妹妹的，怎么听着跟旧社会似的？这也是，那就完了。这也是个好，这也玩儿没？这是以前的方法，以前还没有矿泉水瓶子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哎，对对对，这比较方便，而且呢，也不用再去洗一个工具了，对吧？姐姐你来吧，你用我这个办法好吗？好。然后还有的就是可以把这个鸡蛋都打到碗里，然后用一个大勺子把这个蛋黄碗出来，也是一个方法。对，哦，用那种小一点300毫升的，300毫升那小瓶子。对，那还是我爸回过日子。我今天认那个大儿子。对对，行了，需要6个鸡蛋就成了。嗯啊，7个打完了哈。嗯，好了，够了。那成吧，就多加一个蛋黄，对吧？嗯，我们多做点。好了，全给你留下了。完成，完成。妈，你看行吗？行。谢谢，谢谢你们俩帮我把蛋黄打好啊。很多我们的朋友们一般都记住的话呢，儿媳妇进门第一次见婆婆，总会是印象就最深刻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好好生活团呢也开辟了一个官网，我们呢在网上来看一下我们的儿媳妇第一次进家门有多少有趣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来看大屏幕，我叫她旁边的舅妈，她听错了，以为我叫她妈，她连忙答应了一声，哎呀，害得我尴尬死了。还有这个最厉害是这一条，叫做真水无色啊。记得女朋友第一次见俺娘的时候可紧张了，在楼下不敢上楼，梳头是梳了又梳，衣服是整了又整，最后一见面上来就说，我叫你妈吧。哇，真是太厉害了。第一次就直接喊妈的还真的很少，不需要胆量，真的是。其实10多年前我第一次见我婆婆的时候，然后我穿了一个吊带裙去了，7月份的北京很热，我婆婆下了火车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冷吗？然后这句话，7月份冷什么呀？我后来我就想了半天，我就觉得她是觉得我穿的可能是过于暴露了。刚开始吧，我俩处恋爱的时候，她不太乐意她自己的儿子娶一个主持人当这个儿媳妇儿，所以我说我必须要在她面前把这种气焰减少一点，所以我用点小智慧，我每次穿的就跟在家里拖就是拖地的穿的衣服一样，所以我婆婆见了我就说，哎呀。别看他平时哎、在电视上低调的啊，但是看人其实还挺朴实的。我觉得这个也得因婆婆而异。对对，你像碰到 fashion 的婆婆，当然了，男朋友未婚夫说你就穿的越摩登越好，对，因为婆婆本身就 fashion。我觉得我们做媳妇儿的和准媳妇儿哈，知性一些，穿的得体一些就行了，就行了。对，妈，难道您就没有遇上过那种媳妇儿穿特别暴露、那种特别看不得的打扮？您没遇到过？不过我觉得哈，有一些媳妇儿啊，打扮的就是。时尚的有点过人，比如说我看见有一个女孩子穿着那个连裤袜是网袜，对，然后还涂上黑的指甲，如果第一天，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我刚刚一说起来这个婆媳啊，我这全神贯注的听你们聊天，我这菜都已经都半天没做了，就先看我做菜啊。用这个打蛋器再把蛋黄打到泄一点，拎起来的时候呢，没有那个很大块的那个蛋黄，一定要把它打散。然后你看这样，哎对，然后呢
放一些糖，这个糖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多放或者少放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呢，这道菜呢是一道甜口的菜，如果糖放少了呢是肯定不好吃的，但是如果糖放多了端给婆婆吃的话对她的身体又不好，这就像婆媳关系一样，其实两个人之间呢没什么大事，多要注意那些细小的细节。太有心机了。不是有心机，是用心，好吧。这道菜的原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鸡蛋和糖把它打散了之后呢，再把淀粉和水融在一起，虽然原料呢很简单，但是这个配比如果有一个出现错误的话，这道菜都做不成了。你一定要严格记住这个比例，是6个鸡蛋黄，大概呢有30克的白糖，40克的玉米淀粉，还有200毫升的清水，要把这4样东西混合在一起，把它和在一起就行了啊！来，把水淀粉倒入鸡蛋液里面，然后再把它搅匀。搅的过程当中呢，就要把这个平底不粘锅已经开打开了。因为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要让这锅呀稍微热一点点。当年唐婉那个宋朝没有不粘锅、啊。公公不带加入刁难人的行列的啊！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可以用到好的工具，为什么不用呢？是不是婆婆？从目测来看，咱们家这3个媳妇儿，你比较喜欢谁？目测只能说一个，只能说一个。我这不得罪人吗？这个说一个就说一个。你不带这样难为婆婆。你看，你看这臭小子，他是恨不得扮演3个媳妇儿的老公，然后叫婆婆只能选一个。我贤良淑德，每次穿的比您还差，你应该比您还差，这个肯定有问题。我知道妈妈要是今天来了，我绝对穿的破衣烂衫来了。我那自己婆婆在，你看她穿的好严实啊，领口在这儿。这个婆婆很聪明的话，这一眼就看出来你是装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建立一个关系，一开始就觉得紧张。外人穿低胸装出来那个啊，我这衣服挺好啊，很美啊，很美。呀，妈喜欢老三。对，老大，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就是我就埋头苦干，然后那个给婆婆用心做到饭就行了，您觉得呢？哇，好会抢！对呀，好会抢！这个大姐来头不小。大姐，你太有心机了吧？开玩笑，开玩笑。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你往往有很多小伙子谈恋爱啊，也许谈的这个女朋友呢，比方你们俩是好的不得了，但是也许呢，婆婆没见过之前呢，她可能不大认可。如果你这时候打扮，你穿的再不得体，更糟糕，更加重了婆婆的反感。对，如果你得体一点，哎，婆婆也许就哦，这姑娘还不错，对，那就有好感。做这道菜呢，看似没有什么技巧，但是很多的技巧呢，都在特别细微的地方，尤其是做这道菜火候的把握。锅烧热，怎么来确定呢？把手放在这个上方，然后你能感觉到这个温度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倒一些油，跟平时炒菜的那个油差不多。然后趁着这个油还没热的时候，就把火关成小火。注意啊，火候很重要的。然后趁着油还没有热的时候，把蛋液倒进来。一定不要用很热很热的油，还有很大很大的火。然后用这个打蛋器或者铲子这样画圈搅拌，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的是沿着同一个方向搅拌，因为我们这里面有水淀粉，不可以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那样的话就泄了。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已经慢慢的开始凝结了。我觉得这个婆媳关系的处理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做菜一样，就是可能这道菜的原料很简单，做法也很简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一点点火候的把握。好多事情的处理呢，没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答案，对不对？还是我大媳妇讲，不是，还是我们家大媳妇讲的好，是吧？真的，我跟你说，这婆媳关系就像做菜这个火候一样，对不对？但是有一条，我们总的来说，媳妇是小辈，一个尊重婆婆是长辈。把我们这个黄金蛋炒成这样之后呢，加入一点点的盐。然后最后快出锅的时候再淋一点点香油，但是香油的量一定要少，大概有那么4-5滴就行了。我真的希望我每一个家庭都能像我这么和谐，这么幸福，这就叫4个字可以形容，叫什么？好好生活嘛。对，是吧？好好生活。我们看看大姐那边弄得怎么样。对，她弄已经差不多了。我这道菜快做好了。对，一看公公婆婆就特别喜欢吃。好了，来来，我已经做好了，做好了，好好看啊！做好了之后呢，扣在这个盘子里。
然后往上记得再淋一勺这个糖桂花，然后请婆婆品尝。妈，爸，你们先尝吧。大诗人陆游的老婆做给婆婆吃的宋朝名菜三不沾，今天你也可以。首先将蛋清和蛋黄分开备用，再将玉米淀粉加入水、白糖捣匀，接着把蛋黄和调好的淀粉水朝一个方向打匀，最后将调好的蛋液放入锅中，并朝同一个方向搅炒，呈金黄色后出锅淋上糖桂花，这样色泽金黄、香甜软糯、不粘锅、不粘筷子、不粘牙的三不粘就完成了。准备开饭。好，来大家尝一尝。好期待哦，大姐。我怎么吃出了窝头的味道啊？有玉米面的味道。哎，有玉米面，是吧？玉米面的味，好像蛋糕的味道好香。因为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窝头吃的太多了，吃的太多了。我说爸爸，您是看什么？是看小黄颜色的都觉得是窝头。爸当年是吃窝头吃伤了。大姐，我要跟你学，我天天做给爸妈吃啊。你们在家的时候我品尝。我一直期待婆婆的评语。嗯，真的很好，真的不粘牙，入口即化，颜色也好，达到您的要求了，达到我的要求了，我好喜欢，色香味都很好。有没有吃出老大的那份心在里面？那是肯定的了，他非常用心的做了这道菜，我当然吃出来了，所以我高兴。谢谢。所以大姐是最棒的。对啊，所以说真的这个婆媳之间呢，说句实话，你去。并不需要金山银山，对不对？其实只要相互之间做到的那些点点滴滴，只要心到了，就什么都到了。处理这个婆媳关系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对，婆婆呢，现在其实也和以前的婆婆不一样了，对吗？我们只需要做到一点，又用心的去体谅婆婆的心。对啊，妈妈只要你们尊重我们就够了。哎，就是。那妈，今天这个文姨，咱们大媳妇算过关了吗？过了。哇，这么用心经营，是吗？好嘞，谢谢。小文还有丁卫，好不好？我们接下来也准备两个项目考考他们，好不好？好，好，好，来，绝对没问题，相信我，他一定会带给你。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的继续收看湖南卫视为您推出的生活方略体验节目《美的变频空调好好生活》。如果呢你有生活上的好亮招的话呢，可以编辑您的姓名发送短信到10669588206。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官网电话，就是4006665659。刚才我们是大儿媳，这个文艺已经过关了，接下来我们要考我们的二儿媳和三儿媳了，对不对？好，我现在出个题啊。天气呢马上转暖了啊，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呢，特别怕吹空调，是我们喜欢吹电扇，吹电吗？那你们俩去看看怎么清理电扇。我们现场已经给你们俩准备好了啊，两台比较脏的电扇，三二一，美的变频空调提醒您下一次。欢迎我们好好生活的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哇，极速进修班，婆媳好好生活，你也可以。看辣妈点点如何用两颗萝卜收买婆婆。不喜欢忽悠。怎样的话语让现场情绪失控，媳妇们泪流满面？更多创意亮招，更多智慧分享，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刚才我们是大儿媳，这个文艺已经过关了，接下来我们要考我们的二儿媳和三儿媳了，对不对？好，我现在出个题啊。天气呢马上转暖了啊，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呢，特别怕吹空调，是我们喜欢吹电扇，吹电吗？那你们俩去看看怎么清理电扇。我们现场已经给你们俩准备好了啊，两台比较脏的电扇，三二一，开始。好，加油加油加油！哎，来爸，你看，不错了是吧？哇，你看这风扇帮你了。老妈，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信他们5分钟能把它弄干净。
但是这个弄干净之后电扇还能不能用了我就不一定保证。先把那个糊的灰擦掉，看然后再二十一份再加个干。哎呀妈，妈咱们家卫生你早点叫我们搞啊，你看。哎呦还真的脏哎。灰是一堆了。对，主要是咱们家咱爸不干活。把那个叶子拿下来洗嘛，叶子拿下来洗多好，毛病了。啊，就这样转一转，它就出来了嘛。我快把拿下来了。哈哈，哎，亲爱的，你这没拧下来啊？啊，我就在上面洗了。不行啊，你要把它拿下来清理干净才行啊。对，老三你不能糊弄，是吧？干活咱不能只干一半啊。两分四十五秒。那谁小媳妇拿水冲一下呀？你不会做家务事儿，我都白疼你了。哎，好好办，我再洗一下吧。咱不能光只清理上面，下边和电线呀、啊、都要擦干净啊。好，大姐，你放心吧。不用急着装上去，要不然这个要晾上是吗？对对，吹干。我爸比较喜欢小媳妇儿，那个我妈呢？我其实都喜欢。对于婆婆来讲，只要能干家务的媳妇儿都是好媳妇儿。勤俭之家啊。对，那个青卫小文，我们家电扇也没擦呢，回头去我们家啊。哎，我擦完了，六分，擦完了，我擦完了，这个上面还有油呢，还有啊，还有油呢。大面人做事的风格就比较麻利，但是有些细节上面可能就没注意到。哎，你看我这态度多端正啊，很认真啊。还有十五秒钟啊，抓紧时间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我完了，我完了，一停。哎，时间到啊！来吧，婆婆，检查一下吧。我觉得两台电风扇啊，都给80分。谢谢妈。啊？你觉得很满意？觉得我很满意。我还会改正的。我还有20分跑哪儿去了？丢在哪里了？我跟你们讲啊，他们最主要的一点没洗干净，这马达里面的灰。哦。你看看。哎呀！家庭当中发生火灾，就是他那里边着了。所以啊，我觉得你们做的时候还不够细。常被人们忽略的电风扇马达到底如何清洁？好好婆婆张之华会带来什么样的亮招呢？戳进去以后。哇！只要一根最常见的筷子，在其表面缠裹几圈双面胶，然后在确保断电的情况下，将筷子伸进电风扇马达的孔中，这样就能轻松把里面的毛尘粘出来了。是啊，妈，你太厉害了，我崇拜死你了。哎，真的，我跟你说，我看妈干活，妈有才吧？我就太有才了。哎，真的妈，我跟你说，看你干活有一种特别耳朵特别痒的感觉，像看耳朵一样。谢谢小文，谢谢丁卫。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另外的一位好媳妇儿，她呢特别的会讨她婆婆的开心，她的婆婆见到她呢就开心的不得了，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有请好媳妇儿达人点点。辣妈点点不仅拥有超强模仿能力，更是一个很讨婆婆喜欢的新时代好媳妇。包括网上的那个网友，他们认识你都是因为你的那个唱歌表演。但是私下我知道她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媳妇儿。哎，关于跟婆婆在一起相处，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吧，跟婆婆相处就是三字秘诀，第一个字儿就是是是，第二个字儿就是对对，第三个字好。我就是这个方法，就是我不无论他跟我说什么，我都是赞同，都是站在他那边的。你婆婆到现在还没发现你这个对待他的秘籍呢，是吗？其实他可能是发现了，但是他觉得我有这样的心，可能就是挺难得的，他就不去拆穿我啊。到底能不能够就是讨得婆婆的欢心？我现场来考一下，好不好？行啊，来点点。接受一下考验啊！来，不知道他这里边方法刁难。我这里边呢，准备了两样东西。嗯。你呢？要今天啊，婆婆过生日。嗯。你要送给婆婆。那简单。不是送东西谁不开心、啊？送东西不仅送出去啊、还得让她真正的打心眼里头高兴。送东西谁都开心啊，开心对不对？那不一定，别人过生日你送个钟过去，他肯定不开心。那个从现在开始。
她就是你妈了。妈，我是老四。妈，这是我们上海的婆婆，东北的儿媳妇。对，享受一下。快坐坐坐。哇，大萝卜，老哥的，你是玩我吗？我婆婆过生日，你让我送个萝卜给她，想办法送了出去了。你现在是特别想拿这个？新媳妇第一次见婆婆，见面礼竟然是两根大萝卜，甜点怎样出招，婆婆才会开心接受？这什么呀？萝卜。我不爱吃东北的萝卜。妈，您看上海哪有这么大的萝卜是吧？你们东北人就喜欢忽悠。没忽悠，妈，我告诉你，妈，我告诉您啊，这个萝卜呀功效特别多，你知道吗？养颜通气美容。哎，对，吃完萝卜别去打麻将，别去遛弯去啊，通气。啊，对，我们这东北嘛就特别流行送萝卜，送人是小妾，你知道吗？一定要送大萝卜。你看我这萝卜坐飞机翻山越岭送到您城里，您收下吧。而且我一下给您拉了脸。有钱人送萝卜不送俩。妈，您吃一个扔一个。这个留着吃，这个扔的。冲着这俩大萝卜一路冲着你坐着飞机给我送这个萝卜，谢谢。哎，千里送萝卜，礼轻情意重啊。这是干什么呀？妈啊，我送您一本菜谱，这里边都是我爱吃的菜。这个文姨写的。又是什么萝卜？胡萝卜、优酪乳。今天跟萝卜没完了。您再看看这个，西红柿培根披萨。那不是外国菜吗？对，说到点子上，知道吗？外国老太太都吃这个。您，我是中国老太太。我为什么给您送这本呢？哈，就让您先预习一下，来年生日啊，我准备带您去欧洲去游一圈。如果您要不提前，要是不先适应一下他们的饮食，我怕您到那边不习惯，对不？哎呦，你的心还真细呀、啊！我觉得提前给我做功课哈。啊，对对对对对，你不会是忽悠我吧？没，妈，我绝对没忽悠你。妈，您是还特别满意是不是？老四，不过我得看行动啊，像明年的事儿，他今年就忽悠我了。赶紧，其实我跟您说，最好的礼物就摆在这儿了，您看着吗？就我中国驰名商标点点牌点唱机。啥叫点唱机啊？就是您喜欢谁，您说呀，您说我马上就唱啊。好啊好啊，这我爱听。好啊好啊，那您点吧。我您爱听谁的？腾格尔的。哎呦，这个有难度。对，我也喜欢听，我也喜欢腾格尔，我喜欢腾格尔。来，腾格尔，腾格尔。我也看出来了，这一路就奔青藏高原了。老师给我一点那个腾格尔的那个天堂，哎呦你姑娘的歌，我爱你，我的骄傲，我的骄傲，我的骄傲。家有这么个活宝，我们也觉得咋也喜欢，也喜欢，你喜欢。哎呀，成功了，成功了，姐姐，成功了。老公啊，你别老唱，你会干活吗？我那大姐，这做饭，我俩这点子上了，你知道吗？我家务活样样都行。行，你干一个。可厉害了。哎，你看，哎呀，干嘛？你鞋有点脏啊。你三姐的脾气，你当二姐的袜子也脏呢。三姐，二姐，你现在可以给我出题儿啊，现场给我出题儿。你们说吧，让我干什么活？我们现场，你还真别说，我们现场还真有活干。我们那个栏目组办公室百叶窗一边一个，全都是脏的，能行吗？擦百叶窗我可是能手啊。瑞哥，你呢？你会吗？我太厉害了。他什么都能，你问他什么？我好心疼。要不然这样得了，我们仨媳妇儿都已经那个施展过了哈。对。要不然你这作为儿子的，你跟他来。这样，你先挑。不是不肯干活，我是不好干活，他二老心疼。心疼吗？啊。心疼吗？我不知道。心疼吗？不心疼。妈，就锻炼一下你儿子，对，不心疼，不心疼，你干吧。爸妈一点不配合。不心疼，那我就干了。来，你先挑一边呗。我真干了。你别这么说话。哪边哪边？你看看，就进把吧。行，就这边。那点点你这边，我们不欺负你。现场的工具你先随便选，你选完了之后剩下的给他，行不行？
选这个。行。那个不吸水。难以清洗的百叶窗，最常见的劳动手套，点点的亮招是什么呢？工具都已经选好了哈，哎，现在我们先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百叶窗到底有多脏。这个今天就看你俩的了哈，你们俩得用多少时间把它打扫干净？3分钟。3分钟，这哥你呢？3分钟，我那个就2分59秒吧。预备，3、2、1，开始。Z 哥这边呢，拿着一个湿毛巾，这个点点呢是戴了一个棉的被打湿了的一个手套。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百叶窗，原来可以戴上劳动手套，一次性擦洗5片，实在是快速清理的好亮招。往眼睛里边掉灰，这玩意儿。到底他们俩谁更快，并且擦得更干净？3分钟到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啊！哎，你看这老师还不错啊，这方子啊，老师还可以擦，这是5条。瑞哥在一根一根的擦这个百叶窗。老师，以后你在表演节目的时候啊，你就一边擦百叶窗，一边唱那个《千里之外》。我比较喜欢腾格尔，我也喜欢腾格尔。我爱你，我的家。我的窗帘，这个加油啊，点的都弄完了。对，好嘞，点点快点啊，咱们有时间的话就把这个下马威。2分10秒了啊。好，你看的用手套就确实节约时间，特别快。对，瑞哥你要加油了，我们这边已经快擦完了。我完成了，2分27秒。好，瑞哥你可以停止了，我们这边整个的百叶窗全擦完了。你擦了多少？擦啊，你擦了有1半，擦完了。对啊，你看，你没偷懒吧？没有啊，你过来检查一下吧。这是他擦的吗？当然是了，这头发这方法好不好？好，怎么样？不错吧？太快了，大家也觉得很好哈。你在家里可以试试看用这个方法。是吗？哎呦，我真是觉得妈，好，媳妇给他一个奖励吧。我要给他一个奖励，这个孩子做事儿做得特别聪明。谢谢妈，还有奖励呢。是。谢谢妈。哎呦，谢谢谢谢。得给您介绍一下，是我们著名演员张之华老师。这我们都知道。用您说吗？我知道。好，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点点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生活妙招。是啊，如果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也有相似的这样的亮招和妙招好方法的话呢，欢迎您编辑姓名到10669588206。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官方电话，就是40066656559。谢谢各位啦！在此呢，感谢精英网对我们的帮助，也感谢芒果 TV 给我们的帮助，还有美的变频空调对我们的支持。今天呢，在现场呢，我们张之华老师啊，他作为一个婆婆的代表呢，他有很多话呢，想对电视机前的儿媳说。我相信，只要你安静的、认真的把它听完，你的心中一定会有所感悟。来，有请张老师。孩子啊，再过几天，你就要和我儿子成家了。再过几天，你就喊我妈妈了。在这之前，有些话妈妈要对你说。儿子是我的骨肉，从教他用筷子、穿衣服、系鞋带，到带他上学读书，教他做人的道理，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所以孩子，请你原谅，妈妈不可能爱你超过爱他。但是孩子啊，你也要记住，这个世界上除了老伴和儿子之外，妈妈最爱的那个人就是你了。我和你爸爸做了个决定，我们不和你们住一块儿，因为你爸爸说了，每天住一块儿，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日子长了难免会生口角。这件事情我听你爸爸的，但是你们住的房子我们得有一套钥匙，不为别的，主要是你们工作忙，平时家里没有人，要是房子漏水漏电的，我们能帮你们救个急，
放心，孩子，没有你们的同意，我和你爸爸不会随便进你们的房子的。不过要是有一天你们忙得没有时间做家务，没有时间照顾自个儿，孩子，你尽管开口，我和你爸爸非常乐意地过来帮助你们，你们是我们的孩子。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和你爸爸老得动不了了，妈妈只希望你们小两口能抽一点点时间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就像小时候爸爸妈妈拉着你们的小手一样，一起散散步，说说话，聊聊天。毕竟我们是一家人。Just be happy and just be healthy， 一定要快乐好好生活。哇！一杯水能防电子辐射，你相信吗？暖暖的，喝起来特别舒服，可以抗击这个电子辐射。我特别爱吃大肠，我先吃一个啊。爱吃。谭杰希为什么惹文怡生气？你太不给他们俩面子了。到底是什么两招让他们这么开心？啊，台风来了，奇迹发生啊！你一定要知道的快速打领带好亮招，我的也好了，很简单。键盘是细菌温床，用它就能清干净。用一张卡，你练什么卡？更多创意亮招，更多智慧分享，你也可以好好生活。金蛋有金蛋，电影院有电影院。很多年前在经常看过，但是实在好没做过。我还会改正的。